好，继续来看下面要出场的这位，搜警员。单臂360成扭，打空翻是直体特卡切夫，分正涛360成扭，大一环540成扭，分反涛360成扭，他比较擅长做这种各种扭臂类的各种转体类的动作，空翻目前就做的还是比较少一些。下法，这个下法确实漂亮，自控能力非常强，英雄惜英雄。他们两个可能会是对手，但是也如果你的对手完成得好的话，他的这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也会为你感到，因为战胜一个很强的一个人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。他的完成质量真的非常高，你看他的转体转过来的位置都支撑点非常的高，这个在男子运动员里面就是这是少之又少。对，你看他的体型，他就属于那种比较纤细修长型的，这种运动员很擅长转体。他杠上也是，他下法也是用纯转体的动作去完成，转得非常快正稳。就是他一上场你就感觉，他就很71.673第一名。